如果地方若有天然的资源，无好好珍惜，实在是真拍算。亲像是三省地区有九个泳泉，不过由于淤积严重，拢无整理，嘛变成真垃圾的所在，非常的可惜。对此，市长陈文昌今日就要求县府相关单位来回勘，要求会当来改清理，并且多加利用，规划做生态公园。三省地区拢总有九位的泳泉，土地大部分是属于公有地，是县政府来所管理。市长陈文昌今日要求县政府、水利会等相关单位前往会勘。虽然这一位泳泉景色优美，周边的环境也算整洁，不过其他泳泉却是乱涂淤积，无加以来整理，感觉脏乱。市长陈文昌要求县政府相关单位，他来切断入水的沟啊，避免乱涂以及污水入到泳泉，并且来加以清乱涂整理。咱惊的吼，因为三省这是三省的宝啦吼，天然的、天然的这个泳泉资源哦，24小时不管是拢咧不醉啦吼，啊，拢总有高困，特别是拄只看一困哦，小可有整理过，看起来都不哩水啊，啊，那从这个天然资源都变个敢一个脏乱的所在，哦，就变得真艰苦。所以基本上咱今日会看了，大概吼有一个方向甲做法啦吼，就是讲。咱希望水利会，不管是吸水也是排水沟，啊有因为漏水的关系，拢卖落来，哦，这个泳泉困，哦，保持泳泉水质的这个清气。啊，第二点讲，泳泉现在是有一挂杂草啦，哦，有淤沙啦，哦，这个部分咱管要水利科要配合公所啊来个清扫来个整理。至未来这九个泳泉基地嘛，要求县政府通啊进行规划，朝向生态公园方向来发展，让民众通啊亲近水源，并且丰富泳泉的生态，以增加泳泉休憩功能。啊，咱在请哦，现在是有农村再生计划好，啊，农业处来配合，咱工商旅游处的这个游憩规划科啊来做一个规划。啊，未来咱从都要列美化做全民休闲的所在啊。啊，搁是戏水设施，啊是放鱼啊、放虾啊、放鱼啊，变作这是一个吼，在三省真正是一个鱼米之乡啊！啊，大家哦，当下在遮歇困啦、佚佗啦，来遮耍水啦，大人囡仔来做伙安尼。对此，议会县政府相关单位嘛答应来进行相关的规划，以活化泳泉，促进观光休闲发展。宜兰新闻记者周世民采访报道。